哎，这朵朵买的什么呀？我知道了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。哎呀，大鱼，你别跳了，你没看到吗？这个是敲的，我敲敲敲敲敲。欢欢，你敲什么敲呀？赶快把这些拿下来，这是朵朵买的床，我们赶快往上面睡觉吧。哈哈，真是笑死我了，你们三个好笨呀，这是我买的记忆卡盘，这可不是床，赶快下来。嗯，朵朵，什么记忆卡盘呀？你快看，记忆卡盘的卡片都在这里呢，我们今天就来找水果吧。我现在把卡片给插进去，你们就来找我最喜欢吃的大西瓜吧。现在给你们20秒，你们把上面的水果都认一认，我一会儿就要把它们都盖上了。好了，时间到，你们来找另一个大西瓜吧。哦，我欢欢知道了，大西瓜在这里。嗯，怎么是草莓呀？然后该我欢欢来找了，肯定在这里。嗯，怎么是樱桃呀？哎呀，你们两个的记忆力都不行，还是让我麦琪来吧。西瓜，西瓜在哪里？哎，在这里，快看，我找到了。哇，原来麦琪的记忆力是最好的。